望的实习都是跟我们可能同班的同学同样的系所，但是在这次的实习计划，它集结了所有对生物科学生物医学有兴趣热爱的人在一起。那在这次的时候，我也碰到了例如说有一些学姐或者是有一些博士生，他们跟我们的人生体验可能也有不同，当然说我们年龄也不同。那第二个是我也在工作上，我们一起合作的同事，他们可能是跟我学同个系的，或者是不一样学系的学生，但是他们都提供给我们不一样的思维以及逻辑的思考能力，并且我们在最后都可以一起做出一个很棒的 project。 那这是我认为我在这次实习生活中跟别人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